在心底等怒火终将冲破命运的囚笼，而我浴火重生，蚱蜢灵却岂能吞着梦，逼流而上不小心甜蜜，复仇之路，记忆之着，人狂风呼啸而过，我笑对长空，不惧那浪潮汹涌，破绽已沸腾，逆境中。 殿下，前方就是苍兰郡城了。苍兰军兄弟们都很好奇，不知殿下能不能给我们露一手？拳脚无眼，还请见谅。只要我们能治好卫兵，卫苍兰一定会站在我们这边。如果那个大师真能救敏儿，我该做出选择了。 之前是我眼拙，还请殿下见谅。魏统领快人快语，不必放在心上，请。殿下还真是好本事，难怪我那不成器的弟弟会败在你手中。说来还得感谢你们齐王府的玄芒术，我们齐王府的东西不是那么好拿的。那就希望不会再有人。 当送宝童子了，你两位，不管你们恩怨有多大，最好不要坏了我苍兰郡的规矩。哼，青青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为难的。青青，小兵的病情又恶化了，大将军命我马上带人过去。爹终于下定决心了吗？ 有请赢大师。谁叫来的？这位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赢大师，精通三品虚毒原文。三品原文，我们大周可没几个此等人物，想不到你们齐王府就能请来一个。有劳赢大师了。三品原文也敢称大师？ 我身边这位可是什么都没说呢。齐浩，让你费心了。哎，我们赶快去为小兵驱毒。看他那样子，我这做哥哥的也很心痛。殿下，我们得失陪了，请殿下先在军中休息。正好我们也要拜访魏将军，就顺道一起去吧，也看看有什么能帮上忙的。那，殿下请吧。殿下，齐浩若真能治好卫兵，我们在苍兰郡怕是要有麻烦了。
有了这份恩情，想来到时候魏苍兰就算再坚定都会动摇。不过一个三品元文师真的有把握对付黑毒王的障魔毒吗？爹。周元，见过大将军。父王让我向您问声好。可不太好啊。我看殿下倒是恢复得不错。大将军放心，赢大师一定能让小斌恢复健康。啊，见过大将军。啊，有劳赢大师拨冗前来，不知大师可了解障魔毒？障魔毒嘛，早年行走黑渊时曾破解过。啊，那有劳大师出手救治小儿，事成定有重谢。哎，大将军不必多礼，我来这里也只是受齐王所托，中人之事罢了。那我这里先谢过齐王的好意，若是真能治好冰儿，我定会登门道谢。将军不必客气，这只是父王的一点心意而已。哼，只要他魏苍兰能踏进齐王府，就相当于宣告苍兰军站到了齐王府这边，到时大周的其他势力必定闻风而至，纷纷投靠齐王府，皇室就成了孤家寡人了。事不宜迟，大师请为冰儿驱毒吧。大将军，我也研习过原文，让我一起去看看吧，正好可以向这位大师学习一下。殿下想跟来也无妨，只是我的手段可没那么容易学走。那殿下一起来吧。大师请。毒气已深入骨髓，再拖下去就回天无力了。大师请一定要救救小弟。把公子的上衣退下。今夜过后，这苍兰郡怕是不会再待见你了，我建议你哪里来的就滚回哪里去。一出手就是到三品元文，不过似乎只是辅助作用，所以以冰儿身体也还能承受。瑶瑶姐，你觉得这赢大师的元文如何？在外行人看来是挺热闹的。什么意思？小弟。大小姐莫急，我这化毒文能化解天下万毒，它正化解令弟体内的障魔毒，只是过程有点痛苦而已。想跑？小弟，障魔毒化解了。障魔毒真的没了，大师可真是我魏家的恩人呐。不必谢我，我只是中齐王之事罢了。周元殿下，最近苍兰郡鱼龙混杂，殿下一行就暂时留在军营中吧，那里最为安全。这魏苍兰倒是识时务，马上就要将这废殿下变相软禁在军营，看他还怎么和我争火灵髓。魏将军，他已经够可怜的，有人却还要给他虚假的希望，就不怕他将来发现真相陷入更大的痛苦和绝望吗？小丫头胡说什么呢？这位姑娘何出此言？什么话毒文，可笑。不知天高地厚，你眼瞎了吗？没看到魏公子身上已经没有毒气了吗？你
再胡搅蛮缠，莫怪老夫不客气。姑娘这是什么意思？若只是胡言乱语的话，就算你是殿下的人，我也要教训你一番。拿根银针刺他腰椎三寸穴位，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。大将军，老夫受齐王之托才来为令郎解毒，可不是来受一个丫头侮辱的。大将军，赢大师千里迢迢来救助小编，若还遭人恶意嘲讽，怕是会寒了人心呢。周元殿下，这位姑娘行事颇为无礼，你还是请她出去吧。大将军，事关魏公子性命，最好还是查探清楚，免得日后追悔莫及。这样，大将军就先按夭夭姐说的验证一下，如果夭夭姐说的不对，我愿接受大将军的任意处置。爹，事关小弟，我们谨慎求证也好。嗯，大师请多包涵。若是待会儿发现他们在污蔑大师，我定为大师讨回公道。拿针来。只刺腰椎三寸。他全身的瘴魔毒都被逼到此处，刺其他地方没用。瘴魔毒。赢大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应该是还有一点点毒气残留吧。赢大师，那赶快把他们炼化掉。他那根本不是什么化毒纹，只是一道压毒纹，暂时将瘴魔毒压下去了而已。但顶多一年，瘴魔毒就会再度爆发，到时候再高明的手段也是回天乏术了。我这手段即使太初境强者都难以察觉，这丫头怎么一眼就看穿了？赢大师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大将军，是我一时失察，竟被这奸人所骗，还请大将军恕罪。来人，在，请齐公子下去休息。是。夭夭姐，你有办法帮卫兵驱毒吗？只要人还没死，自然有办法。魏某先前多有得罪，还望姑娘莫要在意。不知姑娘可有手段救我儿？我不救，不过他可以救。夭夭姐，你不要坑我呀。大将军，带我先看看。夭夭姐，你也一起看看。夭夭姐，我怎么救？他说要准备一些东西，需要十日时间。需要什么？我可以帮忙。也就是调制一些刻画原文的原料，他自己来就行了。夭夭姐这么说，想必是有几分把握。大将军，我可以救魏公子，不过有两个条件。冰儿是我儿子，为了他，就算是要我这条命，我也不会犹豫。首先，我希望大将军能协助我得到火灵穗和玉婴果。黑渊遗迹一事已经传开，想争夺火灵穗的势力很多，但只要殿下能救冰儿，好，我必全力相助。其次，我想请大将军把府中的吞元石让与我，我另有他用。吞元石虽然珍贵，但是跟冰儿比起来不值一提，送给殿下又何妨？多谢大将军，我定全力替魏公子驱毒。青青，在，你命人安排一下，让殿下这段时间就住在将军府。是，殿下，请跟我来。殿下，您真能解了那瘴魔毒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那恐怕十天之后，我们就要被赶出苍兰郡了。
瑶瑶姐，以你的原文修为，解决那障魔毒还不是挥挥手的事儿，为什么还要拉我下水？那家伙之前凶我，还想要我出手救他儿子，想得美。这仙女一样的小姐姐心眼怎么这么小？今日一见到魏公子，我就仿佛看到了受怨龙毒折磨的自己。可我神魂就虚境中期，刻画不出三品原文。谁说要三品原文了？那老家伙没本事，才要靠这三品原文压制障魔毒。接下来十天，我会教你一道名为千蚁食毒文的二品原文和几道一品驱毒原文，到时你按我的吩咐去做，解决那障魔毒应该不难。这是刻画千蚁食毒文需要的材料，快去准备。全都是各种元兽的毒血，悠悠姐，这会不会搞死那魏公子啊？没听过以毒攻毒吗？听是听过，但魏将军得罪过你，谁知道你会不会趁机报复？那我明天再来学这道原文。现在很晚了，大家先休息吧。今天魏将军要是没答应你的要求，你也会求我救人吧？那废殿下居然夸下海口要救卫兵，派人盯紧点，看他在搞什么鬼。是。麒麟赶去黑毒城，只要他拉拢到黑毒王，就算魏苍兰真的被周元拉拢过去，也不足为惧。你确定你能代表齐王府跟本王谈结盟一事？齐王允许我全权与城主进行商谈，城主可以先提合作条件。哦，条件？那本王就不客气了。本王想要马上见到魏苍兰的人头。抓紧风浪去分析